I just wanted you to watch me dissolve slowly in a groove of love, your love。 大家好哈，又来分享 DIY 的时间了哈。内装啊，尤其这种有点年份的车子，十几年了哈，它有一些环保漆会脱落，或者是有一些内装已经稍微有点过时了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透过 DIY 的方式哈，来把它呈现比较新的样貌啊，同时满足这个 DIY 的一个乐趣了哈。我相信很多车友其实，DIY 的结果成果是其一了哈，最重要的是 DIY 的过程哦，从买材料、选材料到自己安装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就是一种 DIY 乐趣哈。我们来看一下成果。这个船型的还没有 DIY， 再一点时间了哈。那主要是三片饰板哈，一个是方向盘这里哦，这里个饰板，我们贴水钻的方式哈，这边也是哈，啊，还有旁边这个这一条哦，这一条原本是银色的，现在贴水钻之后，它会因为光线的关系会有点变化哈。啊，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贴起来效果还不错。